XRB 空气过滤器系列采用具有内置安装支架的简约型 Radio Seal 设计。XRB 专用于在中度灰尘环境中行驶的越野设备，与具有类似气流的竞争品牌相比，直径较小。XRB 的处理得到改进，且维护得到简化，更换过滤器非常简单。以下是维修步骤：第一步。 检查滤芯维修指示器，建议在空气过滤器系统上安装滤芯维修指示器，以在正常操作过程中监视空气过滤器的阻力水平，并指示维修的到期时间。仅在阻力水平达到发动机或设备制造商建议的最大值时才更换滤芯。如果不确定阻力水平或要测试初始阻力， 则卸下滤芯维修指示器，并使用时钟式阻力表或水压计测试系统阻力。有关唐纳森阻力指示器与测量工具的更多信息，请参阅模块 A 十八。第二步，关闭发动机。第三步，清洁 vacuator 阀，卸下 vacuator 阀，并清除排灰管中的任何灰尘。 重新安装 v a c u a t o r 阀，如果发现磨损或损坏，进行更换。第四步，卸下维护端盖，打开并卸下空气滤清器上的维护端盖，以便接触到滤芯。第五步，卸下主滤芯。主滤芯的密封非常严密，以致您在尝试将其卸下时会遇到一些初始阻力，类似于使罐子的密封垫松动时遇到的阻力。 要使密封垫松动，请握住滤芯的末端，并轻轻地将滤芯从一侧移动到另一侧，然后将其拉出外壳。应用说明：在从空气滤清器总成中卸下滤芯时，请避免使滤清器中的杂质掉落。第六步，卸下安全滤芯。接下来，垂直提起安全滤芯，将其卸下。这样就能进行必要的维护，以正确清洁主滤芯的密封表面。 应用说明：如果未发现安全滤芯，请检查其是否在拆除过程中附在主滤芯的内部。检查密封表面与外壳是否有损坏，如果发现损坏，请更换整个空气滤清器。第七步，清洁内表面：先使用小块湿毛巾堵住空气滤清器的出口管，然后再继续清洁密封面，以避免污染进气系统。 应用说明：不这样做，可能会在重新安装过程中将杂质带入出口管或主滤芯的密封区域，导致漏进脏空气。使用第二块干净的软湿布，全面清洁外壳与密封面的内表面。第八步，检查主滤芯和安全滤芯。 检查新滤芯的滤纸或氨酯密封表面中是否有任何损坏、空隙、细缝、裂缝或压痕。如果滤芯损坏，请勿安装。应用说明：除非在维护过程中沾了过多灰尘，否则请每更换三次主滤芯更换一次安全滤芯。如果重复使用安全滤芯。 请在维修外壳时确保其清洁，以避免污染。第九步，安装安全滤芯，将用于在维护过程中保护进气系统的软湿布从出口管中取出。通过紧紧按压安全滤芯，直到其固定到位来进行安装。正确安装时，它应紧密的贴合于出口管内部。第十步，安装主滤芯。 通过轻轻的将新的主滤芯划过安全滤芯，并进行按压，直到其完全固定到位，进行安装。安装时，请用手在滤芯外缘，而不是中心施力，以实现紧密密封。继续将滤芯向出口管内按压，直到按不动。关键的密封区域会轻微压缩、自我调节，并平稳地分散密封压力。 第十一步，紧固维护端盖，更换维修盖，使进口箭头与空气滤清器进口并排。请勿用力将盖推到空气滤清器上，或使用维修盖将滤芯推入到位。应用说明：如果端盖未与主体齐平，则主滤芯未正确安装于外壳内。请遵循适当的安装程序，重新检查主滤芯与安全滤芯安装。 以便其完全固定到位。随后，端盖会轻松进入。使用维修盖推滤芯会导致外壳损坏，并会使保修无效。重新扣紧栓锁以固定盖，并确保栓锁穿透主体和盖中的槽。第十二步，检查空气滤清器系统。 检查并拧紧整个进气系统中的所有固定夹、螺栓和连接。检查管道中是否有孔洞，并在需要时进行维修。让我们来总结所述的维修步骤，来结束我们的培训课程。检查滤芯维修指示器。检查 vacuator 阀。卸下维修盖（如适用），然后卸下用过的粗滤芯。 从外观上检查安全滤芯，如果不维修安全滤芯，请勿卸下进行检查；如果维修安全滤芯，请卸下并进行检查。使用防湿橡皮布清洁滤芯外壳内部。检查新滤芯，安装安全滤芯（如适用），然后安装粗滤芯。 重新安装维修盖。检查整个空气系统是否有磨损或松动组件。本维修信息作为最佳实践指南提供，然而它并不能取代或替代发动机或车辆制造商提供的维修说明。